好，大家好，我是顧菜。今天我就講一講爭的玩法。我們Dirty Boxing爭的玩法呢、其實就是用短刀來，即譬如人家遠距離做一些 jab 的時候呢，我們其實這個動作呢個批爭呢，即譬如人家出 jab 批爭這些呢，其實呢就是無意我們有刀去削人家的手的、啊咁如果大家睇翻我 level one 裏面 blocking 嗰個講法咧，拳埋嚟嘅時候咧，我哋用爭去食，或者用爭去食咧，其實咧個原理咧就同呢個一樣嘅，咁大家咧知道咧，我哋嘅手法咧係可以互用嘅。如果你識得用兩個爭咧，其實兩把刀都一樣嘅噃。一樣是可以橫爭四五度爭直上爭的嚇。咁咧，所以咧，如果你自己練 shadow boxing， 我遲啲會講 shadow boxing 嘅。shadow boxing 咧比較深，其實我覺得是相對比較深啲嘅，可以講多啲嘅。所以咧，我唔會擺喺 level one 或 level two， 我應該可能會擺 level three 嗰度。咁咧，橫爭、上爭、落爭嚇。咁咧。你就當佢其實咧呢、這個爭可以係三個距離，一個咧就是、人哋隻手接觸到你塊面嘅時候咧，你就可以做啲擋架嘅動作嚇、啊；一個咧就是、中距離，你可以打到佢隻手，到一個可以打到佢接近打到塊面嘅動作，或者甚至一扶去到一個咧近身 wrestling 嘅動作咧，你啲地方好近咁去出爭嚇，咁、啊、都得嘅。咁爭咧有啲咩角度出咧？嗱、其實爭咧都可以好多角度嘅。有啲人會用轉身，但我就比較唔中意用轉身嘅，因為我覺得轉身咧、我自己唔係好控制得到啦。我覺得，同埋我唔好中意背住人哋啊。咁當然有啲拳手用得好快，可能瞬間搏完一拍啪啪咁佢夠快咁咪得啦 ，OK 啦。但係我自己自問就唔夠快啦嚇。咁、啊、所以咧，我都係中意正面對住人哋用爭嗱。啊我哋個格咧，我當咁樣，我哋依家呢個就裝我哋嘅裝啦，或者如果你用其他裝都唔緊要啦。我講個 Dirty Boxing 咧係可以配合喺你哋自己嘅武術或者 style 裡面啦。咁我個裝咁樣嘅時候咧，嗱我開始講先啦。嗱，你記得大家都記得啦，我哋有呢個動作啦，呢啲啦，咁呢啲其實都係玩爭嘅喎，呢啲全部都係玩爭噶啦。大家可以睇翻 Level One Two， 我都有講過呢個動作啦 ，Level Three 都有嘅。咁咧，依家我就教啲基本啲嘅爭先。首先咧，我哋咧就上爭，呢個第一個向上。咁打側嗰個咧，呢度隻手咧就咁樣放嘅啫。咁記住要呼氣啦，因為咧為免我想做清楚啲動作示範咧，我打擊嘅時候咧，我就唔手高啦。正常咧係要手高嘅，咁我就垂低隻手。係啦，咁呢個橫爭啦，咁我想示範呢個同埋橫爭呢個啦。咁依家咧就到上面落嚟啦。正身做咧，上面落嚟就喺呢度。嗱，大家記住咧，一定要呼氣嘅，你出招。呼氣係個節奏嚟嘅，同埋係可以令到你更加順暢去呼吸去出下一拳。咁嗱，依家有三個角度示範咗啦，一個就上，一個橫，一個落啦。喺多啲 boxing 裏面咧，大家可以參考我 level three 嘅片啦，係一啲接搏動作嚟嘅。甚至乎你可以搏入或者搏出，嗱、啊、呢、這個我喺 level three 裏面有詳盡嘅講解嘅。咁我哋依家呢個基本少少咧，就淨係做一啲橫爭、上爭、下爭嘅動作啊。咁大家點出爭咧？好多人出爭咧就係咁樣啊，或者我都唔識示範啊，咩咁樣啊？其他啲我唔識示範啦。嗱、啊，但係咧
其實出爭是要快，同埋全部喺呢個位出現，就唔好有啲扯拉弓嘅動作，完全唔會有向後再向前嘅動作嘅，全部都係你嘅手喺嗰個位嘅時候，咁就去噶啦。因為爭咧係有一個要需要一個好近嘅距離去發力，同埋咧你 miss 咗咧，你都要好快咁翻翻去你個防守狀態，所以要爭你一定要知道你嘅爭喺呢度，咁你係邊啲爭？或者你呢個時候其他爭啊，呢啲係其他爭。咁我依家就係教三組爭先。咁咧，全部都喺你嗰位咁去噶啦。咁點樣去呢？其實咧就唔係用手臂嘅力嘅。你一個咁短距離用手臂力咧，好難發力。其實係用你嘅腰，再加埋你體重。譬如我依個為例，我呢個咧其實捉落去嘅時候咧，其實係曲埋條腰咧，個人少少向下沉嘅。咁個人要企得直少少先啦，依家。是用腰去转出来的，是的。那大家呢不明白呢，可以在片下面问，还有呢可以放下慢一点段片就看了。那争了什么玩法呢？除了我们Dirty Boxing常用的这些插眼转争之外呢，还有呢是可以出回来啦，这些我都有其他片有讲到啦，可以出回来啦。还有呢這個爭呢是一個擋加反擊的動作，還有爭是可以在翻轉頭的，即譬如我這裡就可以向一個角度翻轉頭，或者這裡翻轉頭，這裡翻轉頭，橫爭翻轉頭，橫爭翻轉頭，上爭上爭，這個翻轉頭，這個翻轉頭，這個都是很短距離的爆發，翻轉頭是有人用的，不過我覺得個用作用唔係話太過大，咁但係大家都可以試下嘅，都可以嘅嚇。或者你喺呢個位，你喺下面上都得㗎，其實可以轉換嘅，可以下面上埋都得㗎。我譬如你去到一個好近嘅位，撞完面之後，你咁樣向翻上，或者你呢度向上都得嘅，喺嚟個夾中間呢度入。所以爭其實可以好多變化嘅，同埋咧高深少少、高 level 少少咧，就涉及到一啲觸。住人隻手，我知道有啲片都會講，或者我以前啲上堂影片咧都有出現過啲招嘅，就係你圈住人隻手嘅時候咧，如果人哋鬆嘅時候咧，呢招咧其實莊中都成日用嘅，即係 UFC 嘅冠軍莊中，捉住人隻手，啪，拉低，啪，偷襲啫，或者你遠距離手長咧就好好用，捉住人隻手，不過呢個要搭前嘅，咁但係呢啲咧比較進階少少噶啦，咁呢啲就遲啲再講。咁大家咧練咗先，就係呢個第一個咧，呢個橫爭，橫爭，落爭，落爭，係啦，就係呢幾個。咁你唔好理嗰啲向前壓嗰啲先，嗰啲咧係比較再深少少動作。大家咧練咗呢個基本嘅動作先。